们两个本来想出来就是吃一个兰州拉面，结果呢这一大碗呢添的跟洗脸盆似的，哇，看起来挺淌口水的。这是我老公的刀削面，羊肉刀削面，刚才我就看着他在里面削。哇，票还很紧张，都是我们就是提前预定的，一等舱就没有，然后坐的是二等座。这个对面这个小岛就是澳门，这个站就这么一点点。这个房间呢是没有给我们升级的，明天我们会升级到更好的一间。这个房间有一点小，这是酒店的下面。哇，那黄洋洋的肯定不是游泳池。这里有一个吧台，吧台的上面的东西，还有，还有冰箱里的东西也是免费的。我们昨天住的那个酒店呢，应该我们的级别也是免费的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用。是珠海的希尔顿酒店，附近呢就是一个海鲜市场，在海鲜市场吃完，沿着这条公路就走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酒店。这里是到了海鲜街，全都是卖海鲜的，可是我不敢去太近处照，人家这里基本上不让拍照的，我也不打算拍，就是先这样看一看哦。这个地方，我的右手边就是澳门，这是我们在海鲜。
鲜市场买的，这个虾是80块钱一斤，8根虾是1斤2两。这个是螃蟹，螃蟹是我们跟他讲价讲到40块钱一只，就是两只，然后再加工费就很贵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吃吧。是炒蒜蓉地瓜叶，嫩嫩的。这个是鸡蛋蒸的这个海胆，只见鸡蛋不见海胆。这个鱼叫什么？土鱼，兔鱼，不知道，是有个是叫什么兔鱼，这个鱼特别特别嫩，它里面这个肉软软的。进入了早餐厅，我们今天给换了房子，现在住到了26层。这个是一个大床的房间，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好像还是那个房间的那个，桌子还是挺宽敞的。这个塔，现在得补充一点知识啊。现在镜头里面这个有一个旋转塔的这个岛是澳门，澳门有好几个岛，然后这个镜头往这边右边来，连接这个大桥这儿，这个大桥的另外一侧那个岛也是澳门，另外还有
这个岛，还有这个岛，这个岛也是澳门。当年的葡萄牙占领了我们国家这么多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应该打过去，叫他们赔礼道歉，然后补偿我们这么多年的损失。